我现在啊，首先回应一下，有一个人分享，就是说有一个长辈，他这个人是有爱心的，但可能他用的方法很容易用怒气的方法，令人觉得难受，我要说一点，其实是这个人觉得事情不好，我就要发怒，他就相信这个谎言，他觉得侍奉不好。人不好，我就要发怒。这个是大部分90%多的人都是觉得事情不好就要发怒，他们没有想到，这个是破坏人的生命。就是其实跟从圣经，不但是相信耶稣爱我，耶稣赦免我，要遵从神，我要离开罪。圣经也说到这个处理情绪，就是能够有喜乐的灵是重要的，圣经也说不需要别人影响，人能把我怎么样？就是说，圣经每一句话我们都应该处理。所以，如果我在侍奉的时候有见到困难，我告诉你，我也经历过困难的例如我们在录影的时候，曾经有这个情况的帮助我录影的是我的太太，然后她告诉我，哇，今天我忘记做一点了。今天的录影都没有了，很多人就会这样反应：哇，你怎么样啊？哎呀，你怎么会怎么样？这么严重的问题啊！但我自己里面是怎样处理？我就说，如果这样对我的太太，我的太太就很有压力，她会觉得跟我同工是很不开心的，有烦恼的。所以我就说，不要紧，我有很多的讲到。没有这个也没有问题，不会死掉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想，有什么问题啊？就是死了也不要紧，我要去天堂了。有一天，如果有人做了什么错事，然后例如这个人开车他撞到我，然后我就快要死了，快要死怎么办呢？快要死是不是不开心呢？你为什么撞我？我要死了，但。不开心也没有用，不要紧呢。耶稣祝福你，我饶恕你，放心。我去天堂更好，是不是？就是说，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发怒，我可以处理。但因为这个长辈他不知道，其实我遇见很多传道人，我都发觉很多传道人都很容易发怒，很容易说话很强硬，很直接。没有想到人的感觉，那我是不是不告诉人他的问题呢？不是的，我会告诉人他的问题，但我会这样说的，你觉得你刚才这样说话好不好啊？你觉得你这样说话对人有什么影响？我也会得到我的目的，我想得到的目的，他会反思他的说的话的影响，但我不要得到一个后果是他不。怕被伤害。好了，这个是讲到，如果我们是想发怒的人，我就说处理。所以我就对我的太太说：“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讲道可以放在网上。”好了，另外的情况是有人骂我怎么办呢？好像我做错什么事情，或者是有人做得不好，他就发怒了，怎么样呢？我就需要处理。就是啊，首先我是重要，我是宝贵，很重要一点。我们必定要相信我们是重要，我们有这个健康的自我形象。我们每个都是重要的，都是神所爱的儿女。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我们都是很宝贵的，所以我们就说，我不需要被人影响。他发怒，可能因为我做错，我做错是不是要发怒呢？我求神赦免，我也请他饶恕我，我就可以放手。这个是正常的处理方法，不是骂人，不是伤害人。所以我就说，我就做错了请你饶恕我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但是我如果被他影响，我不开心也是不好，我就整天都没有力量了，而且可能不但是一天，可能很多天。很长的时间都不开心，这样就影响我的生命。为什么呢？耶稣也不想我们
被影响的。你想一想这个例子哈，在路加福音啊，耶稣说对门徒说，撒旦想要晒你们，晒是不是晒？晒晒晒你们，好像晒麦子一样。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，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眷顾你的弟兄。然后彼得说，我就是到死我也不会离弃你的。但耶稣说，你今天晚上要三次否认我。耶稣没有，有没有这样说？彼得，彼得，你为什么今天晚上要否认我啊？你要否认我，你真的没有用啊。耶稣有没有令他觉得不舒服？他说，我为你祈求，叫你无惧于失的信心。你看到耶稣这种接纳，他用的方法去帮助彼得，不是用发怒的方法。这个就是可以用平稳安静的方法处理任何大的事情。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有人这样对我，我就接受他是这个情况。如果觉得是可以与他沟通，可以与他沟通。如果觉得这个人很难改变的话，我们就接受他是这样，但我不要放在心上，我马上处理，尽快的处理。他容易发怒，我不需要被影响，我不需要被伤害，认为如果被伤害的话，我就没有力量，我就不能发挥我的生命，我就浪费我的生命，这样就处理了。我可以靠神处理。其实这个处理有两方面，一个是思想的处理，一个是情绪的处理。思想的处理就是说，不要紧，我是重要，我是宝贵。他也是善意，但他不懂得用柔和的方法，我接受这一点。这个思想就认同他不会真的伤害我的。然后情绪上的处理是亲近神，神是爱我的，我亲近神，神很喜悦，他因我喜乐而欢呼，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，他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神在欢呼，神欢呼我也欢呼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不需要被他影响。我说这个秘诀，我们可以整天都喜乐的，什么方法呢？因为圣经说，我做什么小事是跟从神的，神都喜悦。我坐在一个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他的身上，他很喜悦。所以我做什么好的事情，我都可以喜悦，不代表我骄傲，不是骄傲，我只是说神喜悦，我也开心，感谢神。这个就是天国的方法，天国的思想的方法是，我做什么事遵从神，神喜悦，我也可以开心。人有什么不好，我可以用柔和的方法处理，不需要发怒，不需要骂人。你发觉耶稣有发怒的，骂这个法利赛人，他们没有悔改，但他没有骂他的门徒，他是用律法。圣经有恩典和律法，有些时候神用律法，以赛亚书第一章是非常强烈的律法。你有没有留意读以赛亚书第一章啊？讲到你们从头到尾啊，都是被这个都是受伤了，就是你们是悖逆的百姓，就是神都不喜悦，你们祷告神也不听，哇，非常严重。但后来说什么？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这个就是恩典。你留意圣经用很多恩典鼓励我们，就是在旧约圣经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，这么强烈的律法，还有这么强烈的恩典在后面，你就看到平衡恩典和律法是非常重要。是常常神的恩典鼓励我们，不是律法。律法鼓励是怎么样呢？我要遵从神，否则要惩罚我了，神要惩罚我了，有不好的后果，这些都是真的。但我们最重要的力量应该从恩典来，也有律法的提醒，我们应该有律法的提醒，犯罪必有破坏性，但不是整天都在律法的提醒之下，不是整天在律法的压力之下，而是整天在喜乐平安有神的恩典之下。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平安了，也处理所有的垃圾。好了，这个情绪的 ABC 理论，这个是
这些心理学家的理论，但这个对我们有帮助，我们也可以用的。其实圣经里面也有的，它这个 ABC 观念是什么？第一 ，A 就是激发的事情 ，activating events， 就是有事情引发我们的怒气，我们的情绪。第二，信念，人对这个逆境的信念影响。第三，这个后果 ，C 就是后果。影响这个后果，我用一个例子哈，两个基督徒快要死了，两个侍奉人快要死了，两个都很努力侍奉神的。有一个说啊，我病了，很严重了，现在我病了，我快要死了啊，我快要见到耶稣了，不要紧了。我说明白，病也不要紧，我快要见到耶稣，我很开心了。啊，你们不要为我担心，因为我很快就见到耶稣了。这个因为他相信啊。神是喜悦他所做的，他是都是在神的爱中，所以他快要死了，或者是有严重的病，他还是很平安，因为他相信神是喜悦他所做的。但另外一个基督徒说：“啊、哦，我侍奉这么多，还是有癌症啊，这么严重啊，神不喜悦我，神去惩罚我啊，我是做的不好啊，不好啊，或者是神对我不公平啊，我这么侍奉神，神还是让我有癌症啊。”他。这样的话他就不开心，这是因为他的信念。他如果他相信任何情况圣经说什么，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，万事是不是所有事情，是不是说所有顺境，是不是顺境，逆境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逆境怎样帮助我们呢？逆境帮助我们抓住神，是不是？我也有逆境帮助我更抓住神，所以我相信神的恩典很重要，我对神放心。有逆境不要紧，有困难不要紧，我不会死的，不需要担心，不需要不开心。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整天都说我在神的恩典中，活在神的恩典中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希望你们去整天活在恩典中。我有一个讲道方法叫神性情讲道法，都是讲到很多神的性情，神的恩典。你听我说话，我都是受很多恩典的，常常在神的恩典就平安就喜乐。你要不要这样啊？其实很多人侍奉也是在律法之下很多的压力，他们的信念也很多的律法，这是他们觉得是神惩罚。其实耶稣已经回答了，这个生来瞎眼的人是他的罪还是他父母的罪？都不是。所以我们有什么病不要说是谁的罪，这是说不要紧，要荣耀神的。所以这个我们的看法，我们的信念，相信神是最美好，我们跟从神，尊重神，神就喜悦，我可以整天开心，神开心。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处理的。好的，那我们怎样处理呢？怎样处理负面的情绪？怎样用这个 ABC 还有圣经的观念？其实圣经很多观念都是有思想开始的。例如我刚才说的这个诗篇118:6，这里说有耶和华帮助我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 把我怎么样？这个信念是什么？这个信念是耶和华帮助我，我什么都不怕，人不能害我，所以我的情绪就是不怕。这个就是我相信耶和华是掌权的，他是帮助我的，所以我不需要害怕。这个信念，处理这个信念，我们的信念改变，我们整个生命就会平安。但如果我们里面是这个世界很苦啊，教会也苦啊，人都是不好啊，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整天都辛苦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人有问题是他的问题，是他的问题，但我会帮助他，但我不需要吃他的垃圾。很多人的话是充满垃圾的。你喜欢吃垃圾吗？
你刚才吃饭的时候是去吃饭还是去垃圾了？你是不是找这个垃圾桶啊？我要去垃圾了。你不会的，但我们在生命中很多都是去垃圾的，捡垃圾，把垃圾当宝贝。这是整天反复思想垃圾啊，他对我不好，真不公平啊，神也对我不好，神也没有帮助我啊，整天去这样反思，这样的话就很痛苦。但我说不要紧，有困难的情况不要紧，有什么麻烦不要紧，我就是这样告诉老师，不要怕，放心。神给我信心的定义很简单的，神应许我放心，神做事我放心，很简单的。神应许他会做，他必定做，我爱神就可以了。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开心呢？但很多人就是没有抓住神这些应许，他们抓住什么呢？抓住人不好的话。我用这个比喻哈，我的右手代表神的恩典和人的恩典，神对我们好的地方，神有没有对你好啊？有啊。人有没有对你好啊？有啊。我们就常常思想这些，然后人有没有不好啊？有啊。那我们要思想什么呢？神的好和人的好，不好的人也有他们好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长辈，你思想他的好的地方，但你明白他可能他的思想的方法，因为很多人的长大的方法就去发怒，他是这样，所以我不需要放在心上，我就想到他的好处，神也给我侍奉的机会，感谢神，被他骂不要紧，不会死掉的，我就放手了，马上放手了，我就被他骂完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我继续努力就可以了，这样我就放手了。好了，我们看这个，下垃圾，是了。第一，留意到有烦恼、忧伤、低沉、希望、怒气，首先留意到。第二，深信这必有破坏性，不开心必有破坏性，烦恼必有破坏性，这个破坏会越来越大。然后深信神必定祝福爱他人，神为爱的人预备去，眼睛会看见的，预备奇妙的恩典的。所以我们，你们拍照片这样拍，我们负面必有破坏性，我爱神，神必定祝福的，没有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破坏神的计划，神的祝福，只要我跟从神。很多人就是觉得他骂我就破坏我的生命，令我不开心，其实我可以不选择吃这个垃圾，我继续被神祝福。我们整天都说顺从神是最好的，跟从神是最好的，侍奉神是最好的，神必定祝福，我就放下所有负面的东西，这样的话我相信跟从神是最好，我就不会被人的情绪影响，也不会被自己的情绪影响，神必定祝福的，没有人能够破坏神的计划，没有人能够抢夺我们的福气。我告诉你， 我有一个宣教机构，我感谢神啊，我开了一个宣教机构，我帮助很多地方，帮助很多国家，我去了15个国家去宣教，我感谢神给我这个供应。但曾经有人来特意的要破坏，特意来到我们中间，对有些人叫他们说我一些坏话，叫他们离开我们的群体。我听了之后我不去发怒，我就去找处理的方法，我就说他做的他不能成功的不要放在心上。但我处理，当我处理的时候，他马上封闭我，他的手机我想找他的时候，他马上封闭我，就看到他的错误，但我不放在心上，我就处理，正面的处理，也放手，不需要被他影响。这个其实我在人生 都有不同的情况可以不开心的，但我学了这个方法，神教导我这个方法，我感谢神，我有亲近神，神就教导我怎样处理我的情绪不被人影响。然后 第四求神赦免和赐动力和能力去处理，我们有发怒，求神赦免，
我们有说话不好，就是赦免。如果我们得罪人，我们也请他饶恕我。第五，化解负面情绪的来源了。我需不需要被人影响啊？侍奉有些时候做的不够好，是不是有被影响啊？不需要的，不需要烦恼的。有做错，有些时候我们都会做错，我也会做错，但做错了，最好就是悔改，然后以后啊做更好，不去烦恼，烦恼就不能做更好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，我们的自动的反应是不合理的，被人骂了，这个是不合理的骂，我们应该去放手，但很多人是被他影响，就不能做自己应该做的。合理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不好的东西我不需要被人影响，我就可以继续有力量做我应该做的，这个是合理合乎正理的。好了，第五刚才第六，第六，亲近神有平安喜乐，深信神喜悦自己亲近他就喜乐了。我亲近神，神很喜悦，他因我喜乐而欢呼，所以我就开心了，我就没有烦恼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发觉跳一跳去第八点啊，处理思想比较容易，处理情绪需要更长的时间。我曾经有一次，有一个人是有他有重要的地位的，在教会里面有重要的地位，但他对我说一些不好的话，我的里面觉得很不开心，我就马上处理。我了解到他处理他做的事情是不合理的，我就说不要紧，我不需要放在心上，我就不放在心上，我也赞美主，然后我就觉得平安。但我晚上半夜醒过来的时候，我留意我里面好像有倒戈的感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处理思想处理，但情绪还是受了伤害。思想上我说不需要被他影响，但情绪又受伤害。然后我怎样处理？我就晚上就马上说，神已经接纳我，我做的事没有不是我做错什么，是他的问题，我不需要放在心上，我就赞美主，感谢主，我又有平安了。第二天晚上我醒过来都没有这种感觉，但还是有些小不舒服的感觉。每一天处理，每一天处理，慢慢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离开我。这个就是处理了情思想之后，需要继续处理情绪。每一天赞美主，我不需要因为他而不开心。处理多次之后，慢慢你的情绪就会平稳安静。我告诉你，我第一个侍奉的时候，因为有一个同工他的批评，其实我当时不懂得怎样处理，有多年我有不开心。就是后来我经历圣灵之后，还是有些时候会自动有一些惧怕，不是当我侍奉的时候，当我侍奉的时候都是很平安，是当我洗碗的时候。因为我洗碗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做，我洗碗就有一些这个负面的想法，负面的思想就会出来。其实我不是想到这个人，就是这种惧怕就走出来。但我就告诉与自己在里面处理，我就说所求于管家的需要他有忠心，这个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，我是忠心侍奉神的，神喜悦的，所以我不需要不开心。我神是喜悦，我会开心的侍奉，我就赞美主。我每天这样做，后来这个惧怕，多年的惧怕就离开我。这个惧怕不是很大，就是些小压力不舒服的感觉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当你平静下来的时候，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不舒服的感觉在里面出现。有的话你每天处理，其实我是真的爱主，我真的倚靠神，我真的真心是奉神。虽然我不是完美，但神也接纳，因为我真的给人很多杯凉水的，我帮助人很多，我的确是努力，我有做的不够好，但不要紧，我不需要放在心上，我赞美主，神喜悦的，神很开心，神开心我也开心，神在笑我也笑。这样的话你开心了，但下一天又再来了，这个负面情绪再来，再处理再处理，这样的话慢慢你的负面情绪可以离开你。
好了，然后第七点，这个靠主处理问题或者是人的问题，继续靠主处理情绪，继续的处理，不停的处理。有一天你的情绪啊，而且神给我这个秘诀，从早上到晚上都赞美主，神你真美好。而且当我赞美主的时候，在诗篇三十七篇四节说，以耶和华为乐，神要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我们以神为乐，他就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。我以神为乐，神就会叫我成家地的高处。我就整天从早上到晚上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爱慕神，我也侍奉神，我也做神喜悦的事情，神整天就喜悦，我也可以开心。这个是喜乐的秘诀。有些人喜悦什么时候喜乐呢？事情顺利就喜乐。但我告诉你，事情不是常常顺利的。如果你要等到事情顺利才喜乐的话，你要等很多天才有一次喜乐的机会。但我们可以说，我赞美主，神就喜悦，我就开心了。我做什么遵从神的地方，神就喜悦。我就是很简单的喜悦神，以神为乐，神也喜悦，我就开心了。这个是秘诀，我整天都尽量在这个状态。哈利路亚，神很喜悦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我们是有会有这个权利喜乐，因为神已经说他因我们做任何好的事情都喜乐，所以我也可以喜乐。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去垃圾，你整个生命就会喜乐。但我告诉你，这个需要刻意的处理，继续的处理。我靠业的操练，我用这个比喻啊，这里有多少人是开车的？你懂得开车的，你开车有两种，是不是？一种是自动挡，是不是自动挡？自动挡你踏这个油门，这个车就去了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人的自动挡是别人骂他就马上发怒，这个是自动挡。很多人做人是自动挡，然后这个手动挡，手动挡不容易的，是不是？你开车用手动挡不容易。手动挡是怎么样？他骂我是他的问题，我不需要放在心上。如果我有错我认错，如果没有错我还是用柔和的方法，他发怒我还是柔和啊，对不起啊，如果我有什么地方令你不开心请你饶恕啊，我尽量做好了，我可以用柔和的方法，我处理好了，我不需要被他影响，去刻意处理，刻意的每一天处理，然后我就说以后他发怒我就准备好，我不要放在心上。我告诉你我一个经历啊，我以前曾经在开始一个教会，因为没有钱的，是完全是我自己开始的。我在医院，当时在医院里面有一个院牧的工作，可以赚钱的。这个院牧的工作在医院里面跟每一个同事都会照顾，每一天都来到都称呼他们照顾他们。但有一个人他是基督徒，但每一次我照顾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我说早安，他早安，他就继续做他的事情的。我的心里面觉得有些不舒服了，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停一下为什么好像每一次都是这么紧张了。但每一次都是这样的，每一次我说某某早安早安，每次都是这样，我心里不舒服。然后我后来就这样想，我在一个走廊看到他在走廊看到他在那边，我就心里准备好他也是会这样的，我准备好早安，他也是这样，不要紧，转过来赞美主哈利路亚，不要紧，我是做好准备，然后过后也马上处理。因为我觉得神的喜乐，神所赐的喜乐比一切更重要更宝贵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平安喜乐是更宝贵，比所有东西更宝贵，所以我不要让任何人偷窃我的喜乐，不要被人影响。好了，
差不多。OK， 好了，我现在讲一些情况哈。当被人伤害的时候，怎样处理了？里面就说被人伤害的时候，如果我有错，我就认错，不是自己的错，就告诉自己是他伤害我，是他的问题，我不需要放在心上。我越放在心上，越烦恼，越受苦。其实他给我的伤害可能是些少。其实人骂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很严重的，但我们将这个伤害扩大，他就骂我不合理啊，我们就将这个伤害扩大很多倍，也扩长很长的时间，这个是对我们更大的伤害，所以我们就说不要紧。当有怒气的时候，就告诉我，如果发怒，给人就伤害，也伤害我们的侍奉，伤害人给我对我们的看法，所以我就说，我选择放下我的怒气，不要紧，事情不顺利不要紧，人做错事情不要紧，不会死掉的。然后犯罪的时候，我就悔改，求神赦免，神已赦免，我不需要继续内疚，不需要继续我犯错。那有些人是这样的，犯错，神啊，我犯错，我不敢祷告，不敢祷告，因为犯错了，这个内疚感很强，这个内疚感也是对我们的破坏。我们犯了错，过分的内疚感。是的，我就知道有错，我求神赦免，但求神赦免我就放手了。然后当觉得孤单，有些人是这样的，没有人伤害他，就是觉得孤单，我很可怜啊，没有人要我，没有人爱我，我是孤单的，好像这个孤单的麻雀，这个诗篇里面有讲到的，这个孤单的麻雀，但我就说我是宝贵的，虽然在这个时候没有人支持我，但神支持我，我的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收留我，不要紧的，神可以给我朋友，当我关心更多人的时候，我可以有更多朋友，我可以喜乐的。就是我们里面有任何的负面的情绪都可以处理，都可以。